暴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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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暴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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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这是奈神用老夫子最新出装和铭文打的一把巅峰赛。别问为什么分数只有2100，只因为把号借给了德华，再加上自己状态不好，输了一整晚。这个号是真难打，兄弟们。这个号我本来快2300的，自从被我的好兄弟阿华借去玩了一下，掉到2200之后，然后我自己打，结果发现我掉了100多分，我掉了2000分了。一血发生在四级。这波赖神看到上路的孙膑和马超，于是集合队友来到红背草丛反蹲，等马超露头直接大闪。赖神六级传送到下路支援，刚好碰到孙膑，这波赖神知道打不死，于是没有放大招，而是来到中路草丛守株待兔。七级这波赖神正在上路清线，马超从草丛出现，此时赖神被戳到半血，仍有一战之力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赵云出现，赖神只能交闪逃跑，等待下一次单杀机会。机会说来就来，这波赖神带线进塔，当我以为他要上演人塔消失术时，赵云再次出现。这波赖神刚打完穿山甲，正准备上去清线，一把长枪从天而降，赖神赶紧开上二技能往塔下走，眼看两人就要越塔，赖神不慌不忙，等马超戳上来，一技能接大招教他做人。来，十级赖神又来到中路带节奏，这波清完兵线直接往塔下走，大招捆住沈梦溪，拆塔又杀人，甚至还能全身而退。不亏中塔推了。拆完敌方中路一塔，赖神顺势来到下路清线，此时武则天不在中路待着，也跟着来到下路，眼看自家中路白给，赖神有些崩溃，终于把对面中塔推了，法师也过来又送回去一个中塔，哇操，我的用心良苦就这么被浪费了。回头又看到队友在野区被冲烂，中路二塔也被拆，自己却无可奈何，只能默默承受。给了吧，塔给了，对面马超好强。十分钟，赖神独自来到下路带线，被对面包夹，赖神直接大闪跑路，本来已经跑了，可是武则天却被留住，赖神回头想救，自己也被留下。留技能，下路一波线。对啊，你们都在中路干嘛，又出不去的，说了看我。应该有大招还能守一下。行手中，对，把线卡一下。别死，死了被打六点了。中塔，把中塔守住。还有。好牛逼！这波武则天拿下双杀，保住水晶，赖神赶紧召集队友开龙。这波拿到主宰，终于稳住了对面的进攻节奏。哎，那边别浪啊！走，他后面有人，后面走。干嘛掉啊？看我！往后拉，等下一套。兄弟，等往后拉。你走吧，你这个声音，你真的是弗莱蒙的他。没什么东西啊。哎，这手要干嘛？哎，看着呢。我拉上，有点技能。这对面都多少分啊？怎么这么猛呢？感觉中路斜方。哎呀，凉快了，我操，这局又没了。还有，他们都很惨，不能再失误了，再失误就没了。就在队友都以为要输的时候，赖神仍然不肯放弃，
他坚信只要他还活着，就一定能够带领队友走向胜利。杀了，可以出来再龙龙龙龙龙，别急，别硬追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直接跑了个龙，跑了个线过了，不够，冲要开团，我要开团，抓起地空，哇操，加维啊，你们快走，你们先走。由于赖神方兵线十分劣势，对面马超也很聪明，一直带线牵制，导致赖神没有办法，只能让武则天守家，其他四人去接风暴龙团。来，要打了，要秒龙了。牛逼啊，我看张飞。哎呀我被斗攻击你开了。没了，出来，你能不能一把舞出来？我可以。武则天首相，武则天，你不要出来哦！武则天，你在干嘛？武则天，我们叫弗莱追着对面打，你把兵线过来。我叫他没了，弗莱，叫他没了，叫他没了。还有。我操！我就知道站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。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。我还有复活甲的，你们这位做一下保命装或者半肉吧，真的，你们千万不要露宿，先被集火了。让他们先打我，打个十秒钟，我们团战肯定能赢的。我直接往下看。哎，赵云在我这。哎，保住，打个吊点。其他人保护好自己，别死了。保着打，奶一下，别冲，保队友。一波他们，争取一波他们，我要大闪了，我要开团了。来。来，这就是弗莱，一波他们，有没有线？能一波，没有保命装，来中路点塔，水晶了，进去了，一波，我不管了，我直接拆水晶，牛逼，拿下，操，这么艰难打的。上个2100比上巅峰第一都累。你就说后期隐刃打团强不强？打团猛不猛？后期什么红 buff 不祥兵星全是减速的情况下，只有隐刃才能站到最后，知道吗？